各位同心早安。我今日要讲的题目吼，是创业思考甲提案的制度吼。因为咱长期生活伫咧中国这个体系的思想内面，得再做一种有诶落个俗个诶吼，啊讲较歹听啦，得一挂屎啦吼，啊，这个流亡的政府，甲咱这个咱的思想。变成干嘞，愈叫愈吵啊！所以我今日要讲的吼，为咱的脑筋开始来讲。所以我今日要讲的 creative thinking 就是讲，你有啥物创意思想吼，咱吼拢有咱的实力，拢因为因这个体系之下，互咱袂记咧咱的天生自然的这个优点，吼创意的想法，吼拢给压制掉的，啊无去受迄落个束缚的，互你真。正正吼，失去你吼本来有创作的能力，啊，人创作的想法不断的思考，所以这个英文的 ing 嘛 ，thinking 就是一直动在想的，拢无讲啊，我今日想，我明仔载卖想，都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但是你想，爱把迄个浓缩起来，啊，有创意化，过来，改善就是这个日语啦吼，咱日语搁改善嘛。啊 ，suggestion 这个是英文的说讲法啦，英文甲讲安尼。啊，开展，这个我搁会讲吼，就是讲你创意出来，不断的想法，但是你要甲收缩过来，你袂使讲哦，我天马行空，这么胡思乱想，安尼变精神病哦，安尼是唔对的吼。啊，你甲具体化呈现，你有改善的制度出来，吼。啊，我要讲的三个迄个重点吼，就是讲我为予大家知影分辨迄个善恶是非。咱甲拄啊，诶，讲师有讲过，伫咧中国的文化，你看嘛，拉拉杂杂，有虾米好处？家己洗脑尔，可是竟然家己洗脑，唔知咱吼根本咱的迄个优点、迄美好的迄个性格，一个大日本帝国予咱的物件。哎，渐渐讲拢失去啊！你有感觉无？你讲我们即卖学生，即卖人，伊会对人较人的这个迄、那个美好的本质，即卖拢走去倒去啊！敬老尊贤讲有无？这点都已经欠缺去啊！我讲要来讲，安尼这个启发人的潜能，每一个人的心当希望中拢一定是有诶，啊是讲咱甲找出来，啊甲恢复出来。啊，过来，咱要哪提这个吼？主要讲，咱要接一个迄个课，就是一个位，啊，咱要哪管理吼？要哪行动管理吼？这是我要讲的三个重点哦。啊，我第一节课的主要是分辨是非，这个爱大部分要甲大家讲的，因为爱讲一寡迄个，咱赶快法律爱甲加强。潘多拉的盒子，大家知影是潘多拉是一个迄个希腊故事。伊叫你袂使甲拍开，但是你要甲拍开，敢若上帝讲吼，你伊甸园迄个什么水果，分辨是非善恶水果，迄什么水果吼，还是苹果嘛，袂使去食，啊你偏偏人就是安尼啦。如果叫伊袂使，伊就要去食，食了后你个知影，是非拢出来嘛，伊就知影讲哦，这见效，我穿啥见效嘛。你这潘多拉甲拍开，你个知影中国人内面又臭又烂又糟糕，狠狠出来。既然要献，咱来献吼，咱来了解中国人。咱先来了解日本天皇伊的统治，甲这个中国因这个皇帝吼历代因是安怎统治伊的人民。我要讲有希腊古甲希腊子，这是日记吼。迄阵上年还是旧年吼，高级班有请一个小名目善行吼，咱先来讲伊来咱家演讲，我将伊的迄个演讲的内容。甲做一寡浓缩重点的分析吼，大家先看这个图。甲拄啊，江苏嘛有讲过，为什么这个历代拢在换这个国家，拢换来换去，换到不得不弃吗？这个灭国了后，搁新的国家出来，搁灭国，搁新的国家出来，为什么？有想过无？来，你看日本，这下骹这沿是日本哦，伊换无？你甲看，为什么日本无换？侬这么尊重日本天皇的迄个制度，为什么？我讲给大家听，我本来嘛唔知哦。
听这个小明目善行演讲了，我都恍然大悟。人就是不断的去接受新的物件，因为你在中华民国这个中国的体制里面，就是把你教到你戆戆嘟嘟，不知影是非。人爱跳脱这个框框里面，这个框架里面去看无同款的物件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吼，学较侪语言的，学较侪物件，去看日本的书，去看人欧洲的书，美国的书，你就知影讲啊，伊是这个中国教育是安怎甲人。人讲个歹听，侮辱、侮辱咱个人格，侮辱咱个弟兄，侮辱咱个即个我们的本能，你著知影吼。即、這个希腊字甲即个有希腊古甲希腊字有啥无共？我即、這个吼、哦、要来讲一个故事，即、這个叫做天照大神，即、這个叫做建国，伊是日本建国之神呐、啊。伊吼即谦虚个。来个拜托讲啊，要安那治国较好。啊，这个天照大神是因的天神里面有三个贵子当中的一个贵子，以及迄个日本天皇的祖先。伊讲你呀、啊，你是用五十哈古，这个是平假名嘛吼？五十哈古，啊，我是用希腊字。这个有时哈古是啥？有时哈古就是讲，你的所即马辛苦所有的物件，拢是我个人的，我个人的财产。我要甲你安那，甲你淡掉，甲你安那处理，还要甲你揉掉、毁掉，拢是我的自由，我所有的，你包括人民哦。啊，希腊只是讲，我告知你，我教育你，我让你知道礼义廉耻。啊，我会开发你，把你的潜能发挥出来，让你知啊，诶，迄个能力啊，你去创造发明啊，让这个国家进步。他告知你，就是教育你，让你知礼义廉耻啊。因中国的社会是安怎？这个民理让人看了，代表因中国人安那对待他们的人民啦。就像一支那个刀嘛，那种扁钻啊，什么拢好啦，把这个把酒瓶剁破，就是你不要你在你的是非啦，吼、哦！伊直接这个皇帝嘛，迄、那个秦始皇皇帝，到魏秦始皇开始到皇帝嘛，无拢大家拢讲国王，直接支配他的人民，统治他们人，驾驭他们的人民，吼、哦！把它当作是迄个私有物嘛。中国文化特征，跟大家讲，他怎么去控制因的政权？吼，对你无听话的人抬啦，对不？是咪抬？阿婆就创造假的历史啦。阿婆就讲吼，伊有给你买修嘛？我用钱给你买修黑金嘛？即卖唔是？吼，阿过来建造庙宇。哦，你我是迄、那个。天子哦，我是迄天公，迄天公伯啊，讲我是本来就我就是真命天子哦，你就要拥护我，要不然你落去，哎，那么卡戏也是安怎吼？啊，你看嘛，你因那些先大明帝国有个刘伯温嘛，我讲什么草头好木棍无，用这套的啦吼，啊无用历史嘛，洗脑嘛，课纲知影嘛，啊就是媒体，这历史我哪讲历史吼？造假历史說，因中国的历史吼，八成哦都是自创、自己修改的，好，因为方便统治啊，啊，给你渲染。哎，讲有两层是真的啊，不是都是假的吗？两层是真的，是真什么？啊，台南帮会啊，那是真的对不？啊，你们后宫，你看，因后宫呢，一直拍这个片对不？啊，表示可看性啥？啊，就是有这件代志对不？阿伯罗是讲因战败嘛，签那不平等条约嘛，台南办会是真的啦，台南台湾人是真的啦。啊，那对待因，对待因中国人，对待咱台湾人，因拢是同款的兄弟嘛，兄弟嘛，是一个是亲美，一个是亲苏联，共产国家嘛，其实因中国人拢同款的。
不管是较早因安那朝代安怎，甲即卖因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款穿同一个裤嘛，裤子对无吼，同款嘛。因是安那对待恁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因对因家己国家，因要反抗对无满意的即个政策，恶意的征收他们的。哦，田地还是讲他们财产，因无法度自己在自己的北京，这个叫什么？北京前门集体自杀，集体喝农药一起死。啊，这顶头这是啥？做一个农场哎，什么农场？还就是讲，甲你活生生这个人，甲你的心中，甲你的迄个腰子。肺脏，你身体有物件，通好利用的，直接把你呕出来。对因这个犯过罪的死刑犯呐，啊，个迄个什么，伊唔是有一个叫做法轮功，啊，唔是有一个什么辽宁省的省长，叫做大家嘛知啊，即马叫人绳之于法，伊要做一个农场。啊，请问一下，啊，因够下流的市场，下游啦，不是下流啦。可是也是下流啦，有无？就是伊甲你拗出来，伊要销出去呀。啊，请问咱台湾有人去买无？啊，你什么叫做活生生甲你拗出来？那是很多的高干啊。嘿哦，绝对无甲你麻醉的。无甲你麻醉的意思是啥？白脚白手直接拗呢？他们是这样残忍的对待自己的人民，啊，对台湾人呢，搁边讲嘛，对不？国共内战，因的官方资料是讲要7000万啦，你感觉有可能？我感觉不止啦，吼，这可能要乘以吼10倍，你看那个好看嘛？讲因是安那吼，讲杀家己的人，我杀家己的人，我紧啊，我欢喜啦，啊，哪讲？讲吼，哎、欸，刚刚日本他说日本侵略他们了、啊、吼，啊，什么南京大屠杀了，啊，英雄因家己的想法屠杀人民，就是人日本嘛咧屠杀因人民啦。我跟你讲，日本他们针对的是一个政权，就好像他们中国历代的政权，历代政权都是暴政嘛，因是针对这个政权。不是针对人民，但是因即卖历史吼，有要激起迄个中国的人民对抗这日本的人民，好让制造仇恨。其实大东亚共荣是为了整个亚洲他们美好的未来，因为日本明治维新，因为纪律这么分明，这么进步的国家，哪有用下流的方法去屠杀人民？那是因中国的思想创造出来。南京大屠杀这东西是假的，人家已经证明那个图片全部都是黑的中国人去模仿的，啊，不然去给裁剪的。所以大家要清楚，跳脱因中国人的思想，咱该知影，咱我们才会解脱我们内心那种痛苦，因为中国教育成我们这样的人格，你才能跳脱出来，你才能够就是自己内心的痛苦可以解放出来了。我讲。这个灭掉中国嘛，就只有这两个异他们所谓的异族啦。爱公成吉思汗哦，我先来讲成吉思汗哦，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。他东征西讨，到这个东欧，这是世界历史哦。啊，中国人哦，因为这个嘛是叫消灭去，后来伊讲因这个。蒙古帝国，这个天可汗呐、啊，讲也是因的啦。要哪讲吼？人讲个坦白了，认贼作父啊！啊，人家你美国，你个动作作甚？啊，你有干嘛？你的逻辑就奇怪么？人家俄国人他们很清楚哦，历史交代很清楚。蒙古帝国是侵略我们俄罗斯。啊，恁中国讲伊也是伊的朝代，哎、欸，是伊的人。当时天可汗是因蒙古帝国的蒙古族嘞，因的英雄嘞。啊！你中国人当作是伊的，啊！人这个女真族，他把蒙古，哦，那时候蒙古又弱了嘛，吼、哦，
这成吉思汗过世以后，因为闹内讧，结果他们就变因的迄个版图搁欧游去啊，啊，然后这个努哈赤起来啊，统一女真族，搁把迄个蒙古纳为己有嘛，征服他们，然后再把中国这大明帝国灭掉，成立一个大清帝国，变成蒙古跟这个大明帝国，其实因的宗主国就是大清帝国灭了，大清帝国灭了。东林这个蒙古要挣脱出来嘛？你的的确确是一个很一个明确的独立的政权嘛？啊，你讲伊也是你的啊，要征伐人家啊，说什么蒙古独立是什么违反他们什么统怎么祖国的什么统一什么？人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你硬要说那个是你的，你被人家灭国，说这个是我们的祖先。那个奇奇怪怪的想法，你应该告诉自己，我被灭掉了，我要检讨我为什么被灭掉，你才有进步的空间。你讲，哎，是外朝代，啊，哪讲是朝代？啊，就叫你因征伐的那么多国家，是不讲，哎，安那蒙古拢是外朝代，都是我的祖先。那天可汗那个也是我的祖先，也是我的人民。啊，你不觉得这很畸形吗？那个逻辑这样想得透吗？这莫名其妙，那种已经创造出来，一历史那种认同的扭曲啦。咱台湾现在也是认同的扭曲呢。啊，说祖国是大清帝国，哎，大清帝国不要我们，啊，现在什么蒋介石回来变成回归祖国，那种脑筋都是错乱的。你要正本清源，知道自己的来源是来自于哪里。现在真正照顾我们的是哪一个？是大清帝国、中华民国？还是大日本帝国，你要想讲，到底让祖先为倒来，到底是上有咧帮长人，有咧砥砺后浪，为咱未来好的生活，不要认贼作父，搞不清楚，哦，那么不跟中国人一样的，哦，伊这個意思是讲啥？中国人讲哦，我若靠网络吼，网络啦，啊来监督政府就好，讲咱嘛袂歹咧，但是因西方讲，那是安尼。应该要有直接的那个责成的机构吼，政风室啊，下面监督的机构。啊，你讲安尼嘛袂歹，啊是变安那，安那贪污这敢看会出来？我甲你乌说，你看会出来袂？啊，这个较好笑。啊，那地俗俗啊有好无？你讲地啊，俗俗啊卖我，啊我管管啊卖出去。啊，即嘛有这贵的地，吼，还佫甲抽税啥，吼，这麻烦，你这遮尼贵，啊我口面小赚的都少。啊！你有想想讲，这个商人，这个俗的，这个商人背后，一操作的国家是啥？你中国甲英国迄阵大清帝国变中国，你甲这个大英国帝国底下的东印度公司，恁的关系是啥？你们是敌国呢？啊！你讲我一俗，我贪俗，我就去搞要敌国买物件，赋税哦，这个敌国。啊！你讲我商人有钱就好了，你没有祖国吗？你没有国家概念吗？佮咱台商是共款的，明明伊对咱台湾，即、這个中国对咱台湾，安尼遮尼无好，啊！你走去中国为因趁钱，为因缴税，啊！中国包啊，伊军事强大，再来要拍咱台湾，你的思想、你的良心，敢是拢是为着钱？我问大家，你来台湾面前，我是为着钱的人下手，你也为着钱哦？请你现在紧走，台湾民进党不是来赚钱的，是来付出的。你有什么才情？你有什么能力？你有什么专业？我们都在挑选优秀的人。啊，你也干嘛讲啊？我只是要为台湾民进党付出，我干嘛要做同心，还是讲我做基层的人？你有去选基层的？啊，你也干嘛讲我有鸿鹄大志，我有我的头脑，我要为台湾未来子孙未来前途奉献的人，你紧扶起来，你紧来打拼，紧来进步。我需要你这种人才。那是你为着钱，拜托的，请你离开。因为我咧讲，阮甲中国的这个统治这种社会是无共的。因中国哦，唔是贪污，阿无是害人嘛，阿是统治你，伊就咪是爱权嘛。啊，人拢绝对推翻这种。治理的方式，大家爱想法，爱遮清楚的。甲多阿妈
鲁迅刚刚已经亮出来了，因这个伫咧大清帝国迄种封闭的、迄种八股的、迄、那个社会，甲要新兴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，是讲民主国家，迄阵冲击造就他们一个非常冲突的人格。且问，这个人格，你家己看你家己你有无？我甲100%甲大家讲，绝对甲伊无共款嘛。咱为日本迄阵甲人砥砺，咱去跳脱迄种奴隶、迄种蛮憨、一种扭曲的人格，咱已经即关斩的安尼，是中国人70年前来台湾糟蹋咱，佮甲咱洗脑，佮甲咱个人格、咱个向下沉沦。咱看再一次、再一次、再一次。检讨家己，绝对咱袂使阁倒退路，变成甲因同款。咱要洗涤我们的内心啊！吼，丑陋的中国人，唔是我写的哦，是我为迄阵，我会记我是为高中开始接受这个册，内面讲中国人偌歹多偌歹。哦，我嘛只册呢，安奈只明白，因为迄阵我嘛当过我是中国人呢，讲奈只明白。结果我现在想想，说正经赢这么败，他们是中国人，我不是啊，对吧？我不是，对吧？咱是不是都不是，对吧？中国人自己不检讨自己，你说过滤性病毒哦，他们体内哦，不太好哦，可能是癌细胞哦，他们没进步，现在都钱钱钱钱，他们的公民道德跟公民素质在哪里？如果没去，你要钱钱钱有什么路用？因为因的国家是咪讲求钱的世界，你家己去想嘛。好、哦，这嘛唔是我讲的哦，吼、哦，这人叫做王朔杰的作家啦，伊讲因中国人啦，就是安尼嘛。咱个看嘛、哦，我们心里知道都好，我们不骂人，但是我们可以用看的，对不对？安、啊、娜，啊，这个不要，我们心里念他骂他就好了，但是咱卖去骂，咱卖去讲出来。因家己对因家己就是安尼，我甲要趁钱，埋头苦干，我有钱通赚就好。啊，危害到我的利益，我得硬讲起来，甲你相拼。但是，我讲予你馒头啊，予你骨头啊，予你去蹭蹭蹭，哎，你讲一直蹭，你就不管是非善恶了。我只要有好处就好了。请问你是不是这样？啊，你甲我讲你是这样哦，拜托，赶紧紧紧紧，好好检讨你家己。你要是为了钱，等一个大面包，你来咧蹭干安尼？我来讲，这个拢是钱的世界都空出来，迄叫做贪污啦。我甲你乌说就好啊，你著乖乖听我的话。好，进来，我讲这个是讲大家来检讨吼。啊，这台地公大家拢知影啦吼，家迄地啊无，为细汉开始家，一直家用迄特殊的机器吼，啊，家你从啊伊的嘴的吼，一直家电。在那個他吃的東西塞啦，塞到他嘴巴，讓他越來越肥，越來越肥，越來越肥啦。啊，看大家是這樣，幾千斤的喔，一千斤還是幾百斤，千百斤對不對？哦，啊你看喔，頂頭這個喔，以前是小小吃的咬甘蠻，以前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咬甘蠻耶，後來我知道什麼叫咬甘蠻，我，啊，你們知道是咬甘蠻的意思喔，啊，現在是咬翁來的，他們變有錢了，中國人現在不是變有錢。所以你越来越肥了，无人那个题外话好笑啦。我是感觉到讲，这种文化糟蹋动物的文化啦，在当台湾嘛有啦。因孔子就讲，要抬一只羊啊啦，啊有人甲周董讲，啊这只羊啊有性命吼，咱袂使用羊啊去祭拜嘛。哎、啊，孔子就讲啥？因孔子啦，唔是咱台湾，唔台湾，然后跟咱无关系。哎，尔爱其羊，吾爱其礼啦。他要他的礼，不爱他的羊嘛。啊，我干嘛讲哦？啊，你啊重视一个礼呀、啊，干需要去杀动物？杀动物代表你保有这个礼吗？人家谁用？你刚好讲我抬动物，我保有这个礼。可是他们国家这么强大，他们是礼仪之邦。啊，你中国口口声声讲你是礼仪之邦，请问你有礼仪不？啊，你随地大小便，哦，吓死人了！在人家车站还直接叫囡仔吞口，他妈放屎放尿。啊，你有礼吗？你有羞耻吗？你敢讲你是礼仪之邦？啊，恁朱孟子什么孔子什么什么，还有韩非子，因那一挂堆中国册里面讲啊，满嘴仁义道德，请问恁家己有做到无？有无？
哎，叫人做呢，叫人做，家己拢无要做的呢。中国文化就是安尼，来个检讨你家己，检讨一下，吼、哦，你有没有见钱眼开？你是商人吗？啊，你会不会是？你会不会随便那公告公告人公北臭威啊骗人诈骗？好、哦，啊，你也随地大小便，哎，吐痰没？哎，刚刚动不动想告人投诉人家呗？你想看吗？那拢是中国文化呢。咱台湾人迄阵咧，在日本帝国，不会轻易兴讼呢，不会轻易去告人家哦。他们会不会体谅以对方的态度去体谅他哦？你就跟我被告你，我才会消我心头之恨。不会，人唔是安尼哦，人拢对对方的角度来想，啊，人吞论，不会去随便告人家啦。好、哦，这嘛是迄个博洋写的啦，我是较简单解。经历出来，啊！伊即马咧画一个图嘛，啊！你看伊的面内面都是这个图嘛，就是讲，当你要骂人的时阵，你要做这件代志时阵，你有检讨你家己无？无，你就去做出来啊！俩阵你也当检讨你家己，你就袂去做这件代志啊，是不是？其实我咧讲，我嘛受这个中国的文化影响，我袂使甲讲，我是一个讲师，我拢做到啊，我嘛在检讨我家己，我是不是有顺序来？我有没有对得起良心？这最重要的吼，这是中国管理制度在我的头脑当中吼，我碰到的问题吼，这个管理，别人的高傲的态度，对医护人员的态度到底是怎样？这是我碰到的啦。最近一件就是大家知影嘛，昨天的，好像前天还是昨天嘛，啊，人护士，他负责的是怎样照顾病人，吼，服侍病人，吃药嘛，吼。啊，有没有医疗行为护士来做嘛？啊，你啊，什么陪单啦，什么物件啥？那个不是护理人员的职责呢，那个是有特别的那个，就是清洁人员的事情。啊，你现在讲，伊讲啦，伊讲拢我打的家己来。啊，恁护士他妈来冲啥？你骂护士啦？哎、欸，我们医护人员不是服务业呢，我们是专业技术人员呢，我们做我们专业该尽的责任的事情呢。啊，你讲我你啊要放屎放尿还是啥物？黑人护士，那清洁人员叫清洁人员来做，不是护士自己去做呢？安尼弄来没问，啊，问的连接弄你没算的哦。没，我这边意思就讲，你们病人，我知道你们很苦很痛苦，但是你都是为我们设想，为对方设想。咱讲咱台湾民众要为百姓设想嘛，设想对不？啊，咱做任何一个行业，然后对对方设想，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愤怒跟不满，你会尊重对方。你会爱惜对方，这个阿伯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哦，提这个伊不要用啦，不要用什么爱说明书，大家先看，啊，不就来问问，直接讲这搞派，再来讲，哎、欸，你这提派有无啊？啊，就讲吓到我的面头前诶，这想起我讲这个阿伯啊，我感觉讲吼，你不要操作用这种激烈的方式吼，我不以为然啦，我讲。没有一个好的教育教具，这个阿伯啊，你处理的方法，你搞要爱这个，哎、啊，衍生的问题是，我是要补一瓶而已呢。我用健保，要跟药商要这个是有账目的呢，而且这很贵呢。而且你破坏，你叫我过来赔你一个，啊，你是叫要去多找这个小，啊，是不过哦，一个个亏了你，安尼健保是冤大头吗？你知道这个逻辑吗？你崇拜你自己付钱，那我讲你，我讲你去讲买物件，买相机也是买啥物件？等下说明书不要看崇拜去，你阁叫老板赔一个给你吗？人会赔给你吗？你要知道你的责任在哪，你的责任归属在哪里？这种是问题啦。你别人高傲的态度，我健保吼，只是一个制度。我唔是讲我是恁老板，我是恁佣人。我因为健保制度，我就要把你雇来服侍你。嗯，不是呢，我们是专业技术人员哦。阿公，你现在医疗制度，我咧讲让制度让药价意思讲，敢那糖果一样，一块两块，一缸两缸呢。变成现在用药啊，品质变坏，外厂他们也要利润可循，因为退出台湾市场，本厂台厂，你那么低，我不生产了，不生产的话，你台湾人无油啊。所以这个整个健保制度都有问题，这个都是都要改革的啦。还有因管理的系统，下面东西溯本根源，知识要作价，那个他真的让他赚，要就让他赚。
他有这个，因为以开发以本能，他要让他赚。然后我们再来谈说健保给付的问题啊，你滥用健保给付，乱开药，或者医生没办法开一些滥药，这整个溯本根源都是有问题的。吼、哦，这是中国管理体制，国家好笑，叫一个秘密客在外靠，让医护人员一个人爱照顾十几个，啊，你怎么看看伊好有没有绩效好不好？啊，有没有效？有没有服务态度？这就敢那讲吼，你吼等一下，好人犯罪，吼、哦、啊，敢记过安尼啦？你不是告知他、教育他，啊，到底怎么告知教育？你的体系就一个护士小姐要照顾十几个，啊，你有讲你增加人手不？增加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不？用关怀，就是为对方着想，这些都可以解决了。能力解决了，关怀这个问题不是就解决了吗？从小的教育，好、哦，这是我提供我的感受给大家听啦。中国人伸手要爱钱，因谁用后面的，把那些纳税人的钱，把照顾好好，没克儿，不小心把那些米包掉在地上，又捡起来吃。他们美国那些狗，那个中国那些狗官们吓死了。因那是安尼哦，绝对叫伊新的，搁较好的摕过来，对不？中国人的思想跟欧美的思想是无同的。啊，咱台湾民政府的人呢，同款来学人好的哦。你安尼吼，我跟你讲，绝对有来你去判刑的哦。我们一定善尽我们的职责，做我们该做的吼。啊，这拢全都骗人的啦，哈、啊，大家拢知影啦，吼。伊也有钱，才好个啊！一个骗一个。啊，咱要来放一领，一段影片，要来讲吼，人的这个贪念，甲迄个欲望是安那浮出来。咱即个甲试一下吼，即有八分钟，也是爱甲看一下。因为这重点是讲，伫咧中国个社会，就是即卖变成黑金，迄、那个贪污，啊，到底人性要为倒来克服，是安那你个迄、那个贪念会浮起来？啊，你感觉这无啥哦，因为大家拢安尼做，还是无正常的啊。啊，那无正常，大家拢在用了变正常了。啊，到底正常是啥物？正常变无正常。啊，咱今嘛是台湾这社会，真的是不是正常的？啊，你讲正常啊，我就这样过日子啊。啊，这体系都不正常啊。啊，你认为正常嘛？活在虚拟、虚幻的世界。你来看这只兔仔在你面前行，你会想到啥？你问下你自己哦，你会想到啥哦？伊想到讲我要做，这个模会使做皮革哦，会使做衫来穿的。伊安尼贪念，结果伊就想讲要去得到这个嘛，这个贪念就出来了嘛。贪念内面，佮包含佮较贪的物件。这个恶魔内面，就是大家内心当中的贪。你内心世界，你有没有贪念？怎么有可能没有？你怎么有可能没有贪念？所以，我们面对贪念，怎么去管理它？怎么去面对它？你才能消除贪念。我就让大家知道说，这贪念是怎样在丢来丢去的。哦，他观察说哦，伊会变魔术，变一挂钱出来，到价值物件哦。有无？这个诱因出来，我要爱红血，我要爱国王，我要爱有钱。好，抓起来，变聚宝盆，放在我的身躯的，随时变钱给我。哇！哎呀，我的物件要得到手啊，结果无去，气噗噗。
你安尼袂，我得袂着，我气不平，要甲对方安怎安怎都安怎哟。你要抓他哦，告他容易。你有贪念，他就永远存在了。吼、哦，阿姨今嘛怎样吼？伊爱食果酱哦，还佫草莓呢。啊，为什么去摕去外口？我说他们，他这个小朋友，这个女孩子，他太聪明了，就是赚大钱的方法，摕去外口。哎，想搁较侪物件，变物件搁变较侪对无？伊这是一个英国人，英国的迄个动画师吼，伊要让小朋友知道迄礼义廉耻啦，迄道德嘛。啊，搁要背单字，啊，加减单字背一下。哦，吼，他刚刚在施法。那个在变变变变变，哇！你看，人的贪念会让你怎样？欢欣鼓舞哦，失去理性不？哦，一直生能生能，已经生出来，已经甲变变变变变愈变愈多。啊，你泯灭人性呢？你把你的农场的那些动物都把它杀掉。把你的财产安尼挖入去，为着你要趁这不义之财，一个阴谋，你看变偌济金钱。啊，甲大家讲，那是变出来哦，那不是你正经去赚的哦。所以那是啥物件？那是虚的物件。你安尼无甲放下，伊计使好我食的。啊，所以因这食袂晓，应该是兄袂晓有巧无？还有是你的贪念哦，让你变成巧的。啊，咱那不爱讲这种变巧的物件，用到尽度，啊，我用到这无尽度，啊，搁这残忍的代志。我这个故事是即当台湾这个社会、这个政治当中、这个黑暗，用这种漫画人写出来，让大家比喻，让大家知影，他这个贪污就是这种内幕啦，哎、欸，他还要哦，魔鬼还要吃哦，啊，我还要再有更多变更多的钱出来哦，这不欢喜的呢，啊，甲关起来，佫无好物件好我吃，啊，这金钱，你有想过这是甚物钱哦？国民党的东山哦，不义之财哦，啊，因无的物件变有诶，啊，到底因的国民党的钱位都出来，啊，两手空空，摕半钉，破名片，破球，迄、那个草席安尼落来台湾，啊，因为虾米因会叫钱？我问你，国民党为虾米叫钱？当台湾人诶，民脂民膏，除非除了接受日产。那都是我们台湾人的哦。他也在想说有价值的东西，他给他的东西，大家都在想说啊，价值的东西，都在贪念之上。在厝的才无欢喜的嘛，那个魔鬼嘛，想讲要来变这两个家伯啊，哎兄伯啊，这个魔鬼，这个贪的这个贪念哦，让你可以变化莫千哦。你以为你可以打死他吗？你的东西都是虚幻的，你认为你拥有他？这全部都是假的嘛？这个故事在告诉你，人最深层里面的贪念，到最后你得到什么？就是空无一物。好，那个撤掉，
咱继续讲下开吼，因为这个时间有限，我主要要大家讲吼，咱台湾民主，这不是这个切掉。你看警察甲司法体系，咱来讲，占几趴？在台湾是16%，哎，这个啥？在四成当中呢，要一半以上。16%到35%，加起来要一半呢，一半以上的迄个司法体系甲警察体系，人迄统计出来哦。贪污这恐恐怖的，你看哪个地方没在贪污呢？我觉得真的很可怕哦。虽然我讨厌中国人，我讨厌中国的这个政权，但是以咱台湾人美好的个性，咱嘛希望咱厝边隔壁嘛是好好相处嘛，我嘛希望因幸福啦。虽然因中国遮侪优秀的人，但是管哪那优秀。因的良心是不是？这个有良心的，其他这群人到底有力量出来无？还是拢叫钱乌死去啊？我很钦佩中国有几个还不错的一些作家，还有一些有志之士，但是最后拢变无望去啊，真可惜啦。我们还是祝福中国人他们能够过好日子啦。吼，他好我们也好啦。吼，有好邻居总比坏邻居好嘛。那么现在要来说日本天皇，他是委托政务官啊，我们也拜的是政务官呢，啊，我们为那天皇授予我们这个伟大的责任，我们是不是要善待我们的人民，让他们有教育，哦，那知的权利，为什么会一系万代？因为天皇他照顾人民，他爱惜人民，他用的人同样也是他相信的人，所以没人想要推翻天皇的制度。来，日本大清帝国，日本跟朝鲜到底跟台湾什么关系？因两个争这个朝鲜，朝鲜就一直在作乱嘛。后来有一个这个日清的《天津条约》，讲你若作乱，你通知我，我通知你，咱再来你去拟平，安尼大家上公平嘛，对不？吼，要争嘛，大家一起争，吼。但是就是在这个风暴的这个海战当海这个。海域当中就是争不过，他们相打啦，然后爆发了日清甲午战争。这个年代我都整理过了，大家也要读那个《新台湾论》嘛，为年代啊，跟这个法理套进去，去了解整个一个历史的真相、历史的事实。然后日清甲午战争正式宣战哦，1894年，你敢看8月1号啊，战胜了，签署了，你看中间有。啊，未一年哦，嘛未八个月哦，你看，你这个大清帝国北洋舰队是咧好看的嘛？连咧隔年的5月8号签订下关条约，迄个跟台湾有关系啊。迄阵台湾是迄个大清帝国迄个扩殖地尔，扩殖地也连殖民地都不止，所以它是可以被割让的。这讲较清楚的，大日本帝国，大清帝国大。皇帝陛下，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就是这是天皇 ，Emperor of Japan， 这就是英文嘛，天皇的日文，啊是挂啥物件？伊真个在这个奉天的这后厝，吼，啊甲这个日本咱台湾全岛甲附属岛屿，啊叫澎湖列岛，这有经纬度，这拢让予割让给日本。啊，拥有了台湾可以放着吗？不管吗？治理台湾哦，他们有两派哦，说我卖一派说卖给法国，卖给其他列强，一个说要统治，就是好好治理台湾哦。后藤新平他主张治理台湾，所以后藤新平对台湾是有绝大的贡献的。没有后藤新平，那现在可能就是流浪儿，踢皮球，没有人要管台湾。造户口，迦南大郡。皇民化，实行明治宪法，这一步一步都叫不来。教育的赐予，就是说你他们不希望说一昧的效法那个欧美，然后你失去了一个道德，
哦，失去了应该对父母的孝顺，对礼仪应该要去做的，所以他们颁布了这个教育的赐予，哦，照户口。大清帝国统治台湾212年，从来都没有去建立这个户口，因为都在战乱。他不认同台湾，他只把台湾当作是一个，哎呀，那个只要那个大明嘛，那个明朝郑成功他们的余孽不要那么作乱，他爱管不管。真正照户口了，是大日本帝国帮我们照户口。生囝生犯罪什么，全拢写这清楚的哦。还有表示说他在乎你这个人的存在，然后纵贯线，因为头到尾纵贯线，因为发展观光业，他们做这个广告，平溪线大家都知道，纵贯线，这是大日本帝国帮人建设的哦，不是中华民国哦，不要错乱。这一定知道了，就在座不知道的人，我觉得这么遗憾的啦，这对台湾是很大的贡献。你如果没有这个迦南大郡，你只要走下去，这铁桥做了这么用的，到现在要100年了。你如果没有这个，台湾怎么会进水沟、进田？我们怎么会自己可以自给自足？以这个流域这么广，大家人看啊，整个迦南大郡是这么大，然后它可以灌溉15万甲的农田，啊，这加起来，1000多公里，伊的伟大可比万里长城。万里长城等某某唔对啦，听讲外太空有当看到啦，但是万里长城做啥？他要我要抵御外侮啊，是甲人甲人之间甲分开的。江南大剧是把你这个日本台湾莫做伙一个兄弟的感情。对台湾的感情，你做户口、造户口，甲做这个江南大郡，你就可以表现无疑了。你若真要甲你台湾当作一殖民地，需要甲你做遐好诶，需要对待你安尼吗？你缴税我就好啊，我帮你建设创啥？迄时阵的5000万的日票，搁堆加哦。啊，若要甲你讲你是我的附属物，我就甲你糟蹋就好啊，侮辱就好啊。所以，因是有下苦，还是希腊子？希腊子是爱好你呢？你敢看吗？波浪破浪花，大家笑容，你看这穿得进步的，吼、哦！啊，佫是迄个西装戴迄个西装，迄个帽啊，这新式的帽啊。这是日本帮建设的，唔是中华民国哦，不要错乱哦。我佫有当去名胜古迹佚佗呢。你看，佫建设。弄这进步的呢？内地延长，伊在马关迄、那个下关条约就是马关条约，第五条讲，你来做这个日本人的，请你回去中国，给你2年思考期。然后人拢有这个政策出来哦，啊，改日本姓，我们是大日本天皇的子民，是臣民，我们是皇民，没有错，告诉大家没有错。来，1945年4月1号实行了明治宪法，我们有参政权跟参战权。禁锢的家，有人甲讲咱台湾是殖民地，你甲讲这禁锢的家，我实施了宪法，我凭什么说我是殖民地？还是中国人哈，还是在殖民我们？最近这件代志，我要提来讲，阿辉伯啊，讲的是真的啊。你讲人讲真咩？你这个中国母体，你安那讲不了？蔡正元，这个俗啦，以后再来转型正义，你以后当卖照。他说实话，凭什么说他作践自己？说实话，作践自己。你这哇，讲个歹听，要死中国人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安尼骂是不应该啦，但是太过分。那个时代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老人家经过了日治时代，经过中华民国这个时代，他拥有多少智慧在里面？人家也不屑当中华民国的总统，那是恁这个蒋经国讲什么吹台青，人的好运，但是伊囝过身啊，你要用人，你嘛有心机嘛？恁中国人有心机，啊，人我要做，你拄啊有选调，拄啊有选调，啊，你为啥讲伊卖国？
我卖国对啦，中华民国，我来袂见你这个国家。啊，你这个国家本来就是本来是亡国啊，你什么国？所以我跟你讲吼，讲出真话的人，讲出事实真相的人，台湾人有去思考这个动机吗？有没有去真的去思考？他说的是真的啊！我们那时候就是大家齐心去对抗嘛，大东亚战争对抗那个同盟国嘛。我们是日本人啊，跟日本人一起的啊。我们祖国是日本没错啊。我们已经实行了那个明治宪法，我们就是皇民啊。我们是站在一起的，怎么有抗战的问题？抗战是你们中国的想法了，我们台湾人凭哪有去跟你抗战啊？对吗？你爱知影事实的事是啥？我要甲大家讲，因中国人的思想就是讲，以他们中国来讲，因战胜国哇，嚣掰嘞哦！啊，中国就洗脑台湾人讲，你嘛是中国人，你嘛战胜，和台湾人唔知影检讨，你本来就怕输啊，你唔知你检讨，所以伊就一直甲你扭曲、扭曲、扭曲。但你知影事实，你又感觉讲阿威爸这苦的，出苦的，苦的啥？人讲人是历史呢，他整个人的人生都代表了历史呢。他是我们台湾人的国宝，没有他，我不知道台湾人台湾会变怎么样。我们秘书长也是，因为听阿辉伯讲，你去研究郑经焕，他对台湾太有贡献了。你要糟蹋阮阿辉伯啦吼！恁中国人啊，我讲转型正义，你就好大卖造啦。我讲我今麦要讲这個就是讲讲事实有什么不对？他用媒体给你抹煞。原来我有在那个网络留言呐、啊，就给他们骂过去。我讲恁中国的政治人物一些政客吼，跟你这些媒体 shut up， 给他闭嘴。你知道历史的真相吗？你等二次控美案判决以后，你们就等着看嘛。事实的真相都一定会一步一步公布出来了。今嘛我要来总结，这个五十哈古跟西哈子到底安那？这个中国人的呀，因这个五十哈古了变成自私为家己，要求别人所求无度，愚民。我的条件你要我好处，咱这个大日本啊，咱教育咱大家，就是咱爱为别人设想。咱袂使自私，吼、哦！咱爱教育，咱爱无私的奉献。你要选倒一边？啊，哪讲的人就选一边啦。要继续做中国人，我请你回去中国啦，吼、哦！台湾不要你污染，你还台湾热土。吼、哦！这边来讲，安那美战，那这是故事要讲啊，啰啰等，我讲重点，无我后壁拢袂当讲。你若要去变数的，就家己自由去辩说，我惊我讲袂完，我着重点来讲，可能我搁爱提早讲完。好，我要讲的是讲，到底中国人安怎来？麦帅嘛，一般命令第一号，好，这重点讲给大家听。1945年10月25号，伊就来啊，来啊，开始糟蹋台湾人，安那先糟蹋，给你改国籍。这就是咱今嘛二次控美案主要诉求的是品相改咱的国籍。吼、哦，啊，再来讲，甲咱迄个换一个，迄、那个旧代表，安尼新代表安尼换换。啊，所以旧金山和平条最后是咱台湾未来要改国，要定位咱台湾未来，就是旧金山和平条为依据，唔是开罗会议哦。那我即马跳过去吼、哦，主要旧金山和平条这三条拢爱把它背起来，再怎么样都要把它记起来。伊在讲。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recatories. 这就是平哦，这个 Formosa 代表对台湾。就是讲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这三种的这个管辖权，这三种的管辖权是属于主权之一，但是它不等于主权，并没有放弃主权，放弃的是管辖权，然后放弃的是日本政府放弃管辖权。这里没有写 Emperor of Japan， 没有日本天皇的字眼，没有放弃主权，放弃的是日本政府放弃管辖权。美国军事政府四 B 条，对台湾澎湖有处分权跟支配权。23条 A， 美国为主要占领全国，永久有效。中华民国这个大将呢，这个阿拉布鲁诶，即将要回中国了。
吼，这爱记吼，咱卖说就一般命令，第一号就是这个恶法，咱这个蒋介石来咱台湾占领，伊嘛去占迄个北越，来这个故事啊，歹阁讲，嘛是去用护照吼，叫北越迄个胡志明即巧的，用护照，用即巧的方法，甲这个卢汉宁，这个蒋介石军队护照，那阿伯再来讲这个故事，复习，吼，是军事占领，唔是光复节。军事占领就是占领的是别人的国土，光复是自己的国土。台湾从来都不属于中华民国。这个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， 这 USMG 就是美国军事政府，在旧金山和平条约23A 已经告诉你了，它是主要占领全国。那这个蒋介石跟这个美国到底什么关系？他带领吗 ？Placebo edge relationship 带领呀。啊，若讲因若拍赢啦，离出世代大战拍赢啦，啊，你就家己去讲定调用，为啥是美国来定的？啊，就美国拍赢嘛。恁是捡村的尔，恁中华民国啊已经亡国啊，还是无神啊？捡村的啊，捡村的捡到台湾啊。哦，恁蒋介石这个借尸还魂，阿咩人讲啊？咱台湾是尸吗？咱台湾都无魂无体啊！啊，都日本人放弃台湾，啊，咱台湾都乌有去啊！所以借尸还魂啊！啊，来讲，因中华民国还继续在啦，笑死人了吼！因才38年国祚就结束了，啊，剩的迄拢是迄个魔神啊出来了。即个别讲吼，台湾吼。到底美国要占领多久？美国很聪明哦，不像那个什么英属，香港马上就还人家了。99年到了，那99年加99，到底是99年加几个99？是 n 次方啊？是下面乘以几次？那我们猜，就是我们看国际局势啦。啊，美国也不会轻易放掉台湾这个肥肉嘛，对不？没关系啊，回来架构让我袂歹，对不？吼，吼，对不？啊那。啊，那日本人啊，迄个美国较早人对待人吼，哦，人叫伊吼重新要自我检讨，赔偿台湾人呐吼，啊是伊引进中国势力来台湾的嘛，让人台湾变到这里，哦哟，日本这个美国绝对爱有戒心，啊，日本冇戒心吗？你怎么可以就随便放弃台湾？然后一放弃就不理会台湾，啊，你笨行，你刚刚没有胆子的东，没有胆子的国家呢，都断大煞无去啊！啊，台湾这么受这么大的苦，凹是啥？那是流亡政府在台北嘛？哦，吼、哦！啊，不然来讲开罗，我要花一点时间讲开罗会议，因为开罗会议拢大家拢穿朝赴会啦，因为德国人嘛讲啦，我把伊的存疑讲出来。我先来讲小米，因为这出现小米，什么叫小米？小米就是讲将来要做的，然后他是非常有坚持的，要承诺的，有命令式的。但是我伊干嘛讲小米这个吼，已经人无人咧讲小米，拢讲 will be 嘛，我将来要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表示说表达他的意愿哦，不强迫别人。你小米的意思就讲我要强迫，我要执行，我要命令。但是你在战争中呢，啊，你都没有握有台湾，你凭什么要命令什么？我说你用这个词语实在，我干嘛这词语就令人很疑窦？你知道不？你战争中讲的没有台湾的主权，啊，你嘻嘻哈哈讲要给蒋介石好啊，怕震惊，讲要上给蒋介石。过来那个讲，他有建构台湾的主权吗？你讲中华民国，你要我们还给你是还什么？还这个牛啊，合理吗？建构台湾的主权是日本哎、欸，然后已经实行明治宪法了呢。我们是永久不可分割的土地，那有可能讲海里，什么海峡？阿哥，你来看，这个开罗会议，伊这个会议的格式，敢是条约的格式？大家对条约2A、2B 写，大家嘛知影有看过吗？你这敢是格式？阿哥，人来讲，伊讲 set to 啦，伊这 restore the to 吼，就是讲返还的意思。啊，那这条条约吼，一定是讲 set to 嘛，啊，这不是条约嘛？啊，条约一定是讲 set to 嘛，就是割让的意思，这是返还。哎、欸，返还的意思说，我要害你钱，我要无要害你钱，我你有欠我钱，啊，那无证据，我要哪害你钱？害嘛，我一个害尔，我唔讲我要物件要挂好你，迄意义不一样哦。吼，
永久不可分割的土地啊，这个更过分 ，historic， 讲淘汰啦。你马关条约下架，别抓小火力割让台湾，有证据，你打输人家订条约，那还讲是用淘汰？你们要淘汰台湾呐、啊？我这个奇怪呢。啊，你假讲1941年讲日本在太平岛、太平洋占的小岛，全部都要剥夺的，全部都要还过来。啊，你今嘛是这个时间呢？你这三个人。他妈的，空吹薄舌的讲啥？1943年12月考虑的协议，你今嘛按那讲到这个要30年前，人咧日本的自己的土地，按你讲要共提起，啊，佫讲台湾佫要害你，要害还有迄个什么蒋介石，啊，佫讲起50年，我感觉啊，这刚好合乎逻辑，从头到尾都觉得蛮奇怪的，啊，你若讲。美国说要还给台湾，那我问你，啊，你在西班牙跟那个西班牙战争签那个巴黎条约，啊，请问一下，你是要把4块土地都还人家？没有，这是我题外话。我认为说，你要讲你有讲今嘛发生诶，啊，你未来虾米你也唔知讲你赢袂，你就讲你要孝顺人的物件，啊，孝顺讲孝顺人家30年前，我孝顺人50年前人的物件。这根本这个就是觉得是笑话，这个美国根本不知道，美国当然也知道，他就在中国派人说要去跟日本讲和嘛，走漏风声嘛，然后他们知道就要叫蒋介石好好打仗嘛，所以才说哦，这个吧，让你感的没要让你吃下去哦，啊，都没问题，为什么要让你，啊，还到底开罗会议有效吗？其实有啊，已经从那个满洲国啊，你讲嘛，满洲国即马发生和议，即马较正常一条。啊，台湾朋友，人喺50年前，人咧已经人的土地啊，啊，你讲要给人，也有啊，也有旅行啊。本来是要真的要还给中华民国，无奈中华民国变亡国嘛，啊，无奈发生那个就是那个韩战嘛，啊，美国就惊到啊，啊，即马啊，害中华民国啊，拜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继承权呢。哦，那我弟啊，东林能够也改变嘛？但是实际上，开罗会议虽然没有签名，他还是有若干执行，哦，至少满洲国还给他了嘛，吼，哦，这都是宣言呐，这种宣称书了，开湖啊，这人讲什么受降，那嘛是讲你是盟军的身份，不是中华民国的身份，啊，你直接袂见小公，你打赢了，啊，你打赢了，你去跟日本订条约嘛，啊，东京大审判讲什么？那个下面攻南京大屠杀，秋西郎，一共杀了30万个人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人家日本人讲伊东京才20万尔，那来30万？哎呦，够劲高，靠，无啦，20万。秋西郎，你人台人放火，这种这大代志，你家己也无查清楚，要划几万人了，划几万人，你当作假是菜市啊吗？你根本就是假的嘛，乌白乱讲的嘛。所以大家要怎样跳脱中国文化，把你挟持你的思想跳出来，你才能够解放自己。在这几年来，你受尽的痛苦啊！我相信这个社会造成你的痛苦，家里的痛苦，或者有些人变成精神病，或者有些人工作不如意，怎样？你一定要跳脱这个框框，你才有未来的希望啦！所以你们来台湾民政府真的是对了，而且你要坚持下去，坚持下去是非常重要的。日苏美战就是让台湾的国际地位。我今嘛要讲这个虚拟的这个媒体吼，我讲，和这个故事，这个趣味吼，嘛好大家看一下吼。这总共有六张牌，白，这个六张牌当中，我绝对甲你心目中的，你想要爱迄个牌，甲你抽走，你心内还有一个牌哦。有无？我算了呗，算了吼。请问你的牌有无去无？安那无去？有人会当甲我讲未？这就是媒体白，没哈哈。对，但就是讲，那个牌子总共有6种，4种嘛，啊，颜色有2种嘛。伊就甲你似是而非嘛，你看七嘛，七是毋是新是？啊，即、這个桃子对无？啊，伊即卖则变梅花甲即个 diamond，
这就是媒体他变的把戏，他每次的旁白都胡说八道，然后造的都他对他自己有利的事情。哦，现在跟他说八卦扒粪啦，因为媒体就是这样啦。啊，你港台变成受害者在变台人诶，这就是咱现在的媒体。啊，咱台湾人吼，现在就是躲在这个框框看世界啦。啊，因未去看外口的物件。啊，拜托您吼，卖安尼吼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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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世界，卖闭遐厝诶吼，看人设计好诶吼。哇！啊，伊即个第一个恐龙的这个世界里面，去甲拜托恐龙讲，哎、欸，你会使有台湾民粹变较乖的未？啊，你这个恐龙世界都伫遮，你是要拜托伊啥啦？你甲硬掉啊！这是中华民国体制之下，你硬掉伊嘛？拜托啥人？拜托你家己啊！这是要讲啥吼？因311吼讲了一个事实，很多国家来帮忙啦吼。中国啦，再怎么恨也15个人呐、啊！哎、欸，奇怪了，韩国那波人啊，来不及统计了，等未来了。哎、欸，奇怪，那波国旗啦，啊，那波国旗，啊，都唔是国民老旗，啊，那把个中华民国这个打入去，人家媒体头脑话清楚嘞，咱台湾人有清楚不？啊，那可怜啊，用一个红阿米底下倒落去。这阿伯，咱台湾民进会旗啊，就是这吼、個，台湾民进会旗啊，吼、哦，这袂看到这个人啦，啊，但是哦，嘛爱甲讲一个啦，因为是末代的嘛，对不吼？啊，即摆捧出一个傀儡叫洪秀柱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是咧媒体拢是因操作的，因中国人操作的嘛，人批评伊讲这脑残。里面呢很臭，哈、哦，又臭又烂。刚刚刚一个塞裤啦，无内面垃圾塞巴吼，愈落愈臭嘛。吼、哦，咱今嘛跳过去，我来讲重点，考考你世界观。你在上网都可以找，我只有50分呐、啊，坦白讲了哈、哦。再考一次，我觉得我多一点60分，因为你要了解世界观呐、啊，但是你更要了解台湾现在发生了什么。好、哦，我们去控告美国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国籍，为什么台湾就是没有国籍？因为中华民国剥削我们，我们违反了联合国宪章。我们去控告美国，控告中华民国残害我们台湾人，这个件事情不能不知道。我考他，就一切这什么行政命令，把台湾人的这个国籍全部规划，所谓的变成你们中华民国，什么我国？你大清帝国是你们国吗？啊，是你们国，你干嘛消灭他、推翻他？啊，就欧北下嘛，那、啊、就莫名其妙了。好、哦，我今嘛要来讲生物论哈、哦，我重点讲物竞天择，那么好的基因，你要留下一个好的基因。啊，那不好的都基因都吃袂到这个水果。我今嘛要来比喻一下，大家是不是身上都有一个很好的基因？所以你们来台湾民政府对吧？我希望我们更多人了解，然后让我在脚这个球啊，哦，我们都是好的基因吼、哦。这个意思讲，你当有有一个要继续要挖落去，有这个食物给你诱惑，你变来去吃掉伊。哈尼侪方法，有咧想讲多一个方法，想来想去，当场无想到更较好的方法，但是伊想来想去，最后伊想到爱加这个物件，加卡对再吃掉，就得不断的伊思考内面当中。选一个好的方法，啊！拜你面对困难，你就去找这个方法，迄、那个模型就造出来啊。即个是讲你头脑有一个回路，吼，内面你有本能，你绝对有知识的本能去应付，吼，去挡掉。譬如说你车要撞来，你会停过来，就你手你去摸，你会去手会去救你来。但是我希望你这样反应的能力能训练自己多一点，好，不要只有一种而已，吼，我们都有神经的网络。他、啊、怎么训练自己有这么样马上遇到问题马上解决？这就是在说明嘛。哦，这个叫做巴伯生物论。这个、哦、大家就要把它记起来。也格雷高利也记得也循环起功。我们利用语言跟文字不断的学习。我搞多少够嘛？你不要只有中华民国那个什么语言啊，看的是中国猪。啊，佮今嘛佮有人走去看迄、那个因咧对岸的迄个中华人民共共和国去学什么简体字。你去看你的主要创啥啦？你爱去学日语、学英文，你学习搁较多，
知识累积，累积了后，咱会使适应伊个，适应伊吸收了后，咱阁会使改变伊，阁会使创造呢。这意思就讲，咱个框框本来就是安尼尔，不断的学习，哇，我拢变大起来啊！阿伯阁变大起来啊！因为你不断利用你的语言、学习语言甲文化，吼，你着文字，你着了解愈多，你的智慧就开起来啊，对不？吼，咱接受就是这三分，啊，即嘛就是中国人拢用这分来讲控制，控制你的思想。咱干咩要去控制？咱了解咱家己了，咱要去控制无？吼，左脑右脑，你是属于左脑还是右脑？右脑是大部分都是比较那空间设计啊，那个情绪字眼，然后就创造，哎，是属于这样的好音乐啊，什么创作都在这边。那这个就逻辑思考啊，什么那个就计算啊，就是属于这边。那你了解自己多少？要了解自己，开发自己。这嘛，搁要比喻一下。你平常时吼，阿伯来台湾面上，啊，食饭食饱困困饱食，啊，我落饲囝，安尼我有一份薪水。但是你来完台湾民政府了，有这个 push 的力量，让你召集这个高更高层的这个定位上面去了，你就障碍制高点了，你就看的东西，我不是吃饱睡睡在家，我还有我的思想，然后 后来你免什么刺激，你就走去吃，你要做到一种人，你来吃一定是做这种人的。为什么我们无法改变？因为拢被动，我等到七十年过去啊，安尼你对台湾奉献无？袂使阁等啊，我们自己主动出击，袂使拢逐工拢讲，啊你就是是根本就是每工拢做同款，你就讲要求讲上帝啊，你也我一笔钱落来，啊你无拍拼，你也无去做啥，啊哪有讲你世间遐好诶，对无？啊，工人会嫌讲头家讲，啊，你点啊坐啊，我点啊做甲要死。啊，工人甲头家无共款的所在是啥？大家先甲我讲无？一个有思考，一个无思考嘛。啊，我要来讲，这是嘛是听一个例啦。啊，迄个老板就讲，啊，你啊这唔甘愿，无你起来，你甲我站一下嘛。我来甲站嘛。我讲你是老板，我哪敢甲你站？你会甲我起头咯？无紧，你就站嘛。当伊要站迄阵，你就闪开，卡去。占了这个饼嘛，啊，所以这代表啥？你有头脑无嘛？人做老板是有头脑的人呢。啊，请问大家，你要做有头脑的，还是要用蛮力？你有头脑无？有无？有啊。有加再来台湾民政府对不？是啊。啊，你表示你有头脑对不？啊，你敢会怨恨别人？讲伊较敖，袂嘛吼？因为我学了我家己啊，我家己也袂歹了。接上。太低声了，伊发明太侪物件，人唔是讲当妈遐，伊伫咧不断咧想呢。伊，我嘛爱来学英文吼，意思讲吼，普通的物件你个无同款的角度去看伊。啊，若面对即个吼有困难的物件吼，问题的物件欠缺的、欠缺的吼，你无同款的角度去家看，你有 sensitivity 吼，啊，你去定义即困难伫倒，不断的去试验、再试验，去改变沟通，嘿，这就是创作吼。创造、创意、顿悟、全神贯注。吼、哦，我袂使讲别人影响我，我都失去这个我的理想吼，我的想法。开放力、建筑思维，有创新无？创新了，把创造出来。下面我还会说另外一个 slide， 告诉大家，还要把它做出，吼、哦，要 action。你看这简单的物件，哦，结果你看，哇！简单啦、啊！你讲我也要做，人做出来，你看，你敢讲你也要做？人都当咧做迄阵，你有想到无？一点点啊，就创作迄个新的东西。啊，人甲这阶梯、楼梯，把它做成这样叮叮咚咚的键盘。啊，大家迄阵大家拢要坐这个电扶梯，啊，无要行这楼梯啊。啊，你甲做到安尼，大家拢要行楼梯啊，因为他们很开心，改变他们的。以行为习惯，因为你有创意，创意带来有趣，有趣大家都想尝试有趣，这样改变了66%的人因的选择，所以你的头脑可以改变更多的人，
啊，那这这也是哆啦 A 梦很简单的东西，可是人家就可以一个漫画就可以有这么多很新的东西出来。哦，这个，但是未来我也是希望创意们想哦，我说出国都不用 passport 哦。有些创意们我就是我起码想要去美国，要只要去日本，安尼都会使了。希望啦吼，这是希望嘛吼，趣味对吧吼？可是人家有创意啊，哦，空气箱也在做这些工业，也可以利用它的原理来做，哦，还可以做玩具出来。好，哦，啊，搁这个，来搁这个，这个保护生态，大家知影这个海绵城市不？有人知不？咱台湾创作的呢？我们台湾人呢，很棒的。啊，你是不是台湾人？啊，台湾人有没有这个能力？有，你要做不？当然的哦，因这分三层嘛，就是碎石层嘛，对不？这个潮导水过来嘛，碎石层嘛，哈，哎，这有一个迄个像类似烟囱效应，起来过来过滤一下，把这水都净化了，啊，这个储存水，我们也不会闹水荒了。你口卡拢用这個，不是真好，有生态又有保护，对不对？啊，够可以蓄水嘛。啊，为什么那么用电马噶？电马噶要安怎？迄就是官商勾结，拢互因做嘛，啊，这无通抽嘛，对不？啊，所以好的物件，拢互这个中华民国这种体制之下，这好的物件，啊，就变成咱台湾无享受到，人迄人中共嘛引进呢，中共嘛咧做呢。吼，哦，你看，这拢是创意的物件，这医学物件，我甲重点讲互大家听，这个叫三 D 列印，这对我来讲是很新颖的东西，啊，咱。咱也是讲不行啦，可能啊肝无好，也是讲腰子无好吼，啊，就爱换迄个内脏对不？啊，你那三 D 列印就是讲吼，我做一个肾脏出来，做一个心脏出来，做一个迄个我要爱吼肝脏出来，啊，赋予它的那个生理的条件，它就真的啵啵啵一跳，啊，就直接安装进去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。立体哦，三 D 的意思是立体的物件哦，给它印出来呢，啊，印出来顶扣扣吗？不是哦，我给赋予它很多的生命力进去，才能够放在人体里面。现在已经在研究这个了，所以呢，你对有更新的东西，我们台湾人有头脑，尽情去做，然后把它实际把它应用出来，你对台湾人、对全世界都有奉献的。你目前内面你难吃遐侪人哦。安尼五六十个老头脑筋集聚起来是很大的力量呢，不要小看自己吼。啊，今嘛我要讲这吼，有一嘛时间会去淡薄着，但是我嘛是爱讲。伊这列举法意思是讲吼，属性列举法意思是讲吼，我为这物件都袂使凭空想象出来了，是讲吼我打破这个东西，打破它原来的这个一本质，然后我重新塑造它新的定义出来。然后我带人都已经要有 A 变成 B 嘛，把 A 变成 B 哈，你好，我们来个叫 B 创造新的东西出来。一这打破之后，把这个物质分成名词、形容词、动词，啊，该来了解全盘，再做改善啦。那老公哦，譬如讲你是一个老板，我要做一个麻辣锅、青菜啦、蛋糕、海绵蛋糕什么都好啦，你就把它的属性列出来嘛，名词、形容词、性质来列出来。那你觉得它的性质是什么？哦，我应该用瓦斯炉跟锅子去煮嘛。啊，这个麻辣锅人拢用的鼎拢是用圆的嘛。好，啊，你甲看嘛，它有什么好处？主要是说啊，好御寒嘛，吼，腹肚枵，袂腹肚枵嘛，啊，满足感嘛。这它是对它的这个特性来列举。这麻辣锅的特性，分做这三方面，啊个细项，把它表现摆拉出来。今嘛是讲要讲伊缺点，这个属性讲出来。这个讲用这种加速炉吼，稍微像我也是用其他呗。啊，就电磁炉嘛，你就想到哦，电磁炉，我人安尼，啊，你这形容锅子受热不均匀，下面有因为有缺点，弄个写出来，缺点这主要是缺点，啊这。引起腹泻哦，袂使食伤多哦，伤素哦，吼，伤素，规个拢会，规个迄胃也嘛无好哦，吼。啊，你希望要安那改善？我甲多少讲嘛？改电磁炉或是太阳能嘛？
哎、欸，你都想到，要安那去改善？你脑筋是不是又动到？哎、欸，完了，我也是要给这个麻辣锅看能不能加什么料？哎、欸，它可以不要那么辣，可是它可以多一点美容，哈，或者说健康的这因素进去。他利用这种属性列举法，让你想要把你这个麻辣锅创造到更有创意，然后把它提出来付诸实现，不是刚刚我空嘴薄舌，头脑在想而已。好，这是数位相机，这是我也有把我的意见写上去，那也有他人的意见。啊，你想看嘛？你有你的意见无？你身躯上、身边你有物件，你想要改善无？来，你给下一个属性列举法、缺点列举法，你希望改善的列举法，你从这样开始训练自己好不好？试试看你周遭的什么东西哈，试试看你教你小孩子也是试试看。吼，囡仔幼幼啊，爱改马上第一，然后跟去甲训练讲，啊，你感觉这有啥物会使改变？啊，你有啥物改变的方法无？安尼甲写出来，让他童年有一个很好的回忆，安尼嘛袂歹吼，训练他呢。这我要讲吼，创意十二绝吼，我直接进入内容，我惊讲袂完。加一加，你橡皮擦大家拢嘛知影啊，橡皮擦啊，拢大家拢无去，我大家嘛咧买橡皮擦。啊，人会甲发明讲，啊，无我着倒咧头迄只。但是我甲你讲，即卖橡皮擦拢遮无好切的咧，切的拢乌索索。啊，再发明一下，有没有更好，可以更好擦的？哦，啊，咱过来看讲，啊，你手机可以附属什么？你唔是拢咧滑手机？车门内边有啥附属功能？最大宗的就是 APP 嘛，对不 ？APP 内边偌侪商品，吼、哦，太侪商品，互你想袂到的。啊，内面嘛 ，FB 啊 ，Line 唔是，啊，搁加一款，你看啥物，搁发声器啥物，这是我敢唔捌的啦，搁再搁加一款物件，这头你创作讲 A 加 B 有没有更大的那个能，那个它的功能出来，然后促进经济的效益吼，啊，搁来剪一剪，吼，啊，你再拍做戏啦吼，啊，你啊再个挂起来，你这就较好安尼，对吧？溜啦较好做代志。啊，你若讲这两边袖子啊，甲来变啥？吼、哦，变成背心哈、哦。这只是一个点，让大家去想哦，吼、哦。哇、哦，啊，你这设计雨伞啦，变个大机的，就变遮阳伞了吗？啊，这下面就可以泡咖啡座椅。变七人座、二十人座，哇、哦，公共汽车。这是人古早人就一直想过来啊！啊，你这音响哦，变 MP3 哦，现在就是直接电脑放送了。这是我写的啦，吼！啊，你这要电脑太重了，现在用 iPad 啊、iPhone 啊，都很上面，然后 iPad 那个 iPad 可以跟笔电结合，我现在新的物件弄出来，我要讲这种吼。纳米技术啊，一点点啊，哇！在做啥会烧？啊，哥，你啊讲药物吼，化疗药物吼，变成标底细胞，我了有一个所在有癌细胞，啊，你从做一个跟迄个精纳米技术吼，直接攻他给的，攻他那个癌细胞的地方，哦，这个是一个也很大的发明哦。啊，都用扫，即卖用吸的。啊！你皮肤会安那改变？啊！你敢有较特别的想法？你的皮肤有无？啊，够有啥物无？除了遮呢？应该够有啦。你有希望你的皮肤？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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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够有呢？啊，唔是那个迄、那个动画拢有讲AI飞起来。啊，无恁来发明看卖好无？看鞋会飞起来无？好无好无？啊，过来咧！我看在两三个月前，够一个电影哦，它蛮有创意的哦。啊，阿爸唔知变真的无？伊把这鞋啊魔术化呢？我今嘛穿一个鞋啊，穿了一个高跟鞋，我变一个查某出来。我若变一个雨鞋，我若变一个啥？我变一个迄个鞋啊，赋予它的
那个人物出来，这就是让你有 一些空间，一些很新的幻想，哦，思考，哦，我是希望不要幻想啊，有的思考的东西把它具体化，让你去研发，哎，真的很棒啊！我就去想这个很开心哎，你走到路上都会想到，哎，有什么新的点子？你只要把你的脑筋不要转到说对事情价值观负向的，一讲有人乐观了。还有一个新的变化的哈，你会觉得人生真的充满很多趣味，真的很多趣味啊！啊，需要去开垦这一块啦。你看他把他外面做的漂亮的，比安尼你摕你看，安尼嘛赏心悦目对不？叫你变，把它变一变哈，改变他的现状。啊，人家的碱性饮料啊，会使变啥？变一个口味好食的物件。啊，你也要发明蛋糕、面包，你嘛掺一寡物件，哦，较好诶。啊，我们是几点下课啊？十二点吼，十二点吗？还有十分钟是不是？还有二十分钟哈，五十哦，啊，五十分下课了，所以我还有十分钟，所以因为你没吃饭啊，因为隔壁我会下来。安尼，箱型车嘛，双节棍箱型车吼，因为即马够十分钟，所以重点要讲给大家听吼。你这弄的刮胡刀变成除毛刀，啊，你这也在手机上再加一点什么东西吼，学他怎么模仿，用 A 变成 B 吼。这个钱币嘛，用代币。光碟用磁碟，哈，光碟它可以利用光碟。我们不是有磁碟片吗？那个可以携带资料，不用说我扛那么多的资料库，哈，对不？可以用电脑里面的磁碟，哈，来代替。哈，那键盘赋予键盘，它键盘的这个里面的意义，校正功能啊，或是合乎人体工学，哈，反一反，它可以。现在帽子还有衣服都可以把它反过来，那反过来你觉得怎么反过来有它的功能存在吗？你去想它，你可以做两边的功能，哦，我翻转，哦，你马戏团翻转不是很出名？只要你觉得你 A 把它变得翻过来，它有新颖的东西，你可以用这个角度去发明设定嘛。你总每次要跟我最新来落过来，你有去设定限制它嘛？那我们这个有些政策，我们要有限制政策。齁，为什么我们的药价变得这么低？我们是不是要限定？齁，有一些真的特殊病人要用的，你不能说因为药价的关系，齁，那你让那些人没有拿到药，齁。我觉得这个可以想一想，然后这个把这个十二创意做一个 party， 你可以去改变它的，齁，你要做的，齁，你新的点子的食物出来，齁。哦，这个要讲十分钟，就是说这个会讲齁，就是讲。点位是五嘛？你怎么把这个记起来？我不是叫你死记，我要你从特别的方法把它记起来。我现在把，好，我现在问你，猴子是自己第八嘛？要不要来记？有一套公式记。那这个是就九宫格的方法，放射性的方法，螺旋式的顺时钟的想法，顺时钟。正面的思考往上面长，而不是逆行，想到不好的钻牛角尖。放射性的，不是压抑的，让它放射。到底要怎么放射比较好？就像我们要做的那个创造性的思考，里面有那个那个心智图，利用我们这个大脑传递这个功能。关键字，这是主要的议题。中心的议题，然后这是主干，好，哦，这是 brain， 然后这个枝条是 brain flow， 好，哦，这花瓣型的，这是主要的议题。我要到阿里山嘛，那这里面有阿里山是哪面周遭我可以看到的风景，这是 brain， 像花瓣一样。那这个一个子题出来，比如说这个是子题拿出来，你可以联想到什么东西？这是 flow， 好，哦，我要去旅行。那我的 brown
就是要不要准备啊，要保险啊，行程啊，时间啊，那这衍生出来就是 flow， 我要有什么相关的给延伸下去。你不管是你要做旅行的设计，你要读的一本书，你要使用心智图，都可以用这种方法。另一本书小说哦 ，blown， 它关键在你后面想象的是 flow， 你把它连接起来，你这本书的重点你就达到了。不管是数学、理化什么，用这种方法来念，就让你自然去投入，很自然你就会了，然后不用那种有压力要去死背什么。你管理也是一样嘛，吼，先想那个 blown 再 flow 出来，你没有个细，就是细节。哦，这嘛是讲哦，巴肚疼啊，啊，我没安那做检查，检查后来后续嘛，这有一个程式也可以做。这记忆术的，跟这赶快，哎，这是哈，赶快，吼，这嘛是赶快 flow， 然后这个 blown， 吼，然后这嘛来讲一个较重点。哦，这个是鱼骨图哈，化解困难的结论就是讲，你把这个重点弄下起来，细节自己写。你的目标在哪里？你有独到之处什么？你要改变，那你这个没做好，你跳脱的这个另外的 B 计划是什么？那你投资成本，这个都设想进去，在你要开发的这个 idea， 那后面这个 flow 尾巴，这个自己要去细节的去规划，哦，改善制度。查甫想的拢讲，巴肚爱顾啊好，安那改变。查某想讲囡仔安那教育较好，然后优生学改善，就是改变好的。我今麦要来讲一个重点，因为今麦剩五分钟。P T C A 哈，能跳过来啊？今日搞到我有讲嘛？开发哈，开放思维，创新串联起来，然后提案，提案出来又要把它执行出来哦。然后再来追踪改善哦，我要把它 PDCA， 那你从 PDC 就 PDCA 就是开始就去做了。那你假如说 CAPD 就是讲，你先检讨我这件物件，爱需要改善什么，这就是改善，先甲想好安那改善的方法甲去做，啊，这是先做，了后发生物件再来个改善，吼，哦，这就改善的这个方法，吼，哦。为什么要做？做什么？啊，对象是什么？啊，这我的资本呢，就按那做嘛。啊，人力跟那个钱，这个都要把它设计好。哦，这个比较专业，我只是跟大家讲概念啦。吼，哦，譬如讲，你有一个食材去煮煮的，煮煮的哦，呈现出来煮不好吃，过来改善。安内艺术，哦，你一定要有题材、方法呈现出来。哦哦，这个是用改善，用那个这个心智图表达出来，企划构思，哦，对象进度，就是 brown 那个brain brown 啊，这 flow， 哎，他自己个想法，哦，基本上那有一个想法，报告书过来，企划书过来，提案，提案过来，过来爱 action， 就是爱把它实现出来。那这个是要讲吼，赶快大家来思考问题伫倒。啊，来讨论，讨论的实行，实行确定要来提案无？提案了试做，试做了是毋过来改善，迄，那个 action 了过来改善，这种最重要的。然后一步一步来，吼，哦，这嘛是一个情境提案出来啊，这是研究的嘛？这商业都会走这个部门，那这个研究的是走这个部门，但是最后你提出来都要让报表表达出来，提供意见给大家。再来改善，改善就实行出来了。大家有概念吗？有吼，较专业一点嘛。这是我迄阵咧药局提出来的，吼，讲阮药局即个急诊药局做一个大的变动吼，把药盒整理，吼，那你药物放置放的地方清楚，就拿药的错误率会比较低。以后希望咱台湾民众好不好？员工提案制度吼。这个提案制度目前我们医院的一个，哦，过一个内容。那我们台湾民政府以后要做的事情，我觉得最重要提出来的所有的提案都要人性化的政策。我们的人心是非常人性的向背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个人在这个领域里面是
哦，那个劳动后生，后生劳动这里面关于立法相关，你回去，你对你有兴趣的那个提案，你把它做这种雷达图，把它画出出来，然后它所占的比例多少，你可以把它清除了，把它勾勒出来。你阿伯要做啥？政策方面你要做的这个方向导向是哪一个区块？几 percent 这都可以写出来。哦，这是我提供我的概念，哦，大家去想思想啦。哦，譬如说预防、治疗跟健康照顾，我个人认为这个以后要多一点预防，我们就不要一直到一天到晚在看病，然后你有病之后，你又不懂得好好照顾他，这边的区块也要加强，这边自动都会降低。哦，这个也是一个健康照顾的方法，这个长照照顾的方法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满足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社会需求、尊重需求，还有更高层的自我实现。嗯，刚刚停留在公大小便，哎，我安全的疑虑也没有给我，到处都是抢劫杀人，那你干吼？吼，我存两分钟。那剩下两分钟，我们来看一个影片好了。我们放这个影片可以吗？这个按一下，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团体合作的重要性哦。我们现在台湾民政府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说，大家对台湾民政府的理念要坚持到最后。那里面的成员呢，有一些坦白讲，有一些我们也不知道的目的进来的人，那对这些人我们的处置方式怎么样？那对于辅助对台湾民政府有奉献的人，我们要把它置放于哪一个位置？那怕了凉的人，他那些人又要怎么去处理？我从这个影片当中讲述给大家听了。这主要扛任务的人，这就好比是我们的领导人，哈，企业的领导人、组织的领导人，以及我们现在台湾政府的领导人是秘书长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协助的人。看这影片之后，大家了解自己到底你想属于哪一类的人，这个网络都可以下载哈，网络都有。好，有人啊，要当唔当啊？佮利用这个资源啊，啊有人有咧当啦，但是伊徛咧食嘛，无虾米重大的奉献啦。伊这种人嘛，就咧等要领头路、领薪水的。这种人就是麻烦的制造者哈，吼、哦、啊！当然内面啊，讲不打不起的话啦，啊，奉上啊来影响大家的士气啦，但是还不至于说你叛变呐，叛变应该得要后边 Q 后开吼、哦。这潜在的这些人哦，吼、哦，要有一个方法去制止他们了。阿伯，这个整个这个推动怎么进行呢？潜在这些人在搞破坏啊！嗯。那同心合力不是个克服问题，把咱的任务完成。所以大家要经营一个团队，你是 leader， 你就要有这个能力，对内部的一些矛盾你要去懂得去处理，这样才会成功啊。好，我们把它切掉。那我今天讲的都讲到这边，这是我在台北州的演讲，大家可以点我的名字然后打进去， 每个都可以看这个怎么步骤，怎么管理员工，这边都讲得很清楚。那最后一句话跟他共勉，他是素人，我们也素人，他可以做，我们当然也可以做。为什么？他有用心，我们也可以用心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是你的船，好，这个故事我们先跳过去。台湾民政府是我们的船，我们要让他们，让我们台湾民政府更努力、更旺，然后帮助台湾人，就是解脱在中华民国的这种中国的体系里面，活出我们未来的希望。大家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哈！谢谢。